看到熊熊火光照亮夜空，鞭炮声响彻云霄，嘉义的夜晚热闹无比。一年一度的民雄大师爷祭从9月5号起一连举行3天，7号是祭典的重头戏，火化升天盛大登场，象征让大师爷带走好兄弟，帮助地方恢复平静，是民雄乡珍贵的文化资产。7号深夜，信众摆满3牲普渡好兄弟，并虔诚跟着大师爷的指挥神尊到生化场，透过火化为众人祈愿平安和驱除灾厄。带你来听段访问。刚刚大师爷已经火化升天了，他帮大家把所有的灾厄都带走。大师爷庙的历史可追溯超过300年，民雄大师爷文化祭被誉为台湾农历7月的4大祭典之一，每年都会吸引大批人潮前来参与。而活动的最后一天，大师爷也在众人的护送下顺利火化升天，为祭典画下完美句点。